哎，阿强，哎，今天有一个新任务给你。别吧，导演，最近这么多任务，你看我都长痘痘了。导演，这是什么？零钱？这个有多少钱？240块。240块，能买什么？你整我！去买衣服。哇，导演，哇，这件199啊，去哪里买？我们去街头去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发挥你的想象力。OK，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，走吧。不是吧，导演，240块在这家店买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哦，这个才是任务，这个任务最好的地方嘛。要保持240块的精神，你进去看看。我跟你讲，我带你去看，可以买多少件。哇，应该有了吧？80块，180，好啊，我有预算的，老板帮我打个折。有找到一些薪水吗？有，我觉得这好像很 OK 哦，这有点 OK 的吧，这个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很屌，有没有？这个很屌，我觉得屌。看多少钱？哎，这个有点便宜哦，20块，有没有？20块，很会选呢。这件怎么样？过年了，我们再找个30块的衣服，60块。39，短裤对没？这裙子，我觉得我可以露我的屁股哦。可以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是我爸以前会穿的哦。哦，这是我的老爸也穿这个。哎呦，啊，这个太接近了，太接近现在这个时代。对不对？就不要去买什么这么贵的，对不对？400、500的衣服，名贵的衣服，买这些便宜的也可以搭配的很 fashion 的，好吗？哎呦，这个不错。我记我们少跳舞了，开支。我记我们。Pretty woman, walking down the street. Pretty woman, walking down the street.OK， 有没有农民啊、渔民啊那些？很酷哎！哦，哇，好多这种系列的衣服，真的像我阿嬷在穿的。这是内裤来的吧？这可以穿吗？这个这是内裤吧？哎，这刚拿过的吗？对。看来你对这条裤子情有独钟啊，觉得怎么样？可是我就觉得我穿不下的感觉。多少钱一个？可爱。150。150。我就觉得这个不错哦。走。有没有这样？可以。我觉得50块。可以再买一件，很一般，很一般。但是这个是48，
48，他卖29的吗？啊，怎么样，导演？不错啊，敢这个，他在里面呢做一个穿搭不错啊，哎，终究选好了，这质量很好。哎呀，老板都马说好，哎，达标240块，老爷。以前很多，是啊，以前很多人过来拿货，真假的？对呀、啊。哦，你以前这边都是卖这种比较复古的衣服吗？还是？对啊、哦对、啊，因为我们都是日本那边过来的。真假的？嗯、我觉得都很酷，都是宝藏。对啊，年轻人应该来这边看看的，我真的觉得。很多年轻人来呀、啊，要不然怎么交租啊？哦，也是哦。连那门口10块怎么交租啊？对啊，你看我都买了。对啊，你这年轻人，你看。我今天回去就穿给你们看。啊Don't sleep.